甜妹妹，咱们家买三锅辣酱，你们都拍了没有啊？这道货的甜面都说好吃，平时啊可以拌米饭、拌面条，吃个饺子当蘸料都可以的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制作而成的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19.9，给您发10块。您收到货呢，是5瓶香菇辣酱，5瓶大豆辣酱。想吃的点个礼香蛋吗？他天天欺负我，我也给他加点料。都这点包子？还有呢，都谁吃的弄这点啊？你别着急吃，我给他拿去。包子来了，今天做的多厉害啊！这么多呢？哎，你也没弄点咸菜吗？啊，再弄点咸菜多好。包括这树，拿着树的，这样子多好。哎，出来了。哎，你要不弄点汤，你咽了吧。那不有豆浆粉吗？那不打翻了你。这个豆浆粉还真的挺好喝，豆香浓郁，口感丝滑。也没啥味儿，媳妇儿，辣酱没辣酱，没味儿，拿辣酱。一辣酱，打开啊！你干点这一份，干啥？哟呵，这个豆浆粉好喝的停不下来，再来一杯。哎呦，媳妇儿，这豆浆粉太好喝了，太丝滑了。好喝吗？嗯，不太好喝，这个还有活动呢。家里面燕窝豆浆粉，厂家来活动了，19.9，直接给家里发4包了。家里面，咱直接到手这样的4包，再送一个这样的胖胖杯。配料表干净，里边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放心喝。用温开水冲泡，具有豆浆的香味，含有银耳的鸽子碎，趁着活动划算，赶紧去囤货吧，姐妹们！可是这样的4大包哎。以后啊，干什么就干妥妥当当的啊，弄得吃个饭都舒舒服服的，嗯。你想干啥？吃饭的给叭叭叭叭的，不知道你吃饭的不能叭叭叭叭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今天给老爸一个惊喜。哎呦我的妈！刚刚拿错了，快点换过来。妈妈吃饭了，来了。吃完这些饺子，一会儿我们一块吃个好吃的。好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给你慢吃。哎呀，我吃饺子。我看你们娘俩一会儿就吃土豆吧。哎哎哎，儿子给你留个好吃的。我吃一盘儿。拿来吧你。妈，我先喝一点豆浆粉吧。好吧，还是听儿子的吧。原来这个燕窝、银耳、豆浆这么好喝，难怪他娘俩都爱喝。我看你不但贪吃还贪喝。你这水一冲都好，是融的。
哎呀，好喝就是好喝，是吧？好喝吧？嗯，你知道我好喝，给我瓶点啊。好的，嗯，现在不太好喝，还有活动呢。哎、还有活动啊？赶紧带上价格，快。好的。这样的，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厂家来大活动了。原来不是29.9放三袋吗？现在19.9直接发上了4包了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并且啊，再送一个罩的胖胖杯，配料表干净，里面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放心喝，用温开水冲泡。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小包装，出门带着也方便，趁着活动划算，这样的赶快去存单吧。这样的四大包太合适了。看爸爸吃的也差不多了，那我和妈妈就吃我们的大肘子吧。